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，平均海拔3000米左右，气候条件恶劣，是兵团较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牧场。我是1964年从上海支边到新疆松山县的民团的。1970年的时候，边境牧场缺少医务人员，我就来到了北塔山牧场当一名马背医生。啊，我们都骑过马，去到了100公里多外的地方给人家看病，一个站方一个站方去巡诊，几个月才回来一趟，是洗不上澡，满身长的是虱子。李梦桃在面对自然环境和生活条件带来的诸多艰辛时，也曾怀疑过自己的选择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但牧民的淳朴和善良将他打动，让他毅然选择了留下。我到那里去，感觉到当地一个最大的现状，血液少样，传染病流行，即使得了一些病，很简单的病都找不到医生。为了能为牧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，他不断通过学习提高自己医术水准。每当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时，他总是全情投入，努力解决。有的时候在毡房里面救人，那是赤手空拳，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全部用上，在牧区为他们服务以后，真正感觉到牧民对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也是抱着这样一种初心啊，让牧民有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让他们享受现在的幸福生活。现在这个新医院可以跟北京上海进行远程会诊，里面 X 光 B 超什么心电各种手术室都有的，有些病人可以就地进行治疗，不像我们当初那么难了。